近日，有网友爆料，在夜店撞见道哥刘化与一名身材火辣的女子贴身热舞。该女子大约20多岁，身材高挑，留着一头长卷发，非常漂亮。而道哥当天似乎非常开心，在舞池中不停与该女子互动，甚至在女子转身时伸手触摸其臀部，而该女子似乎没有任何不快，看来两人关系匪浅。据了解，道哥刘化与妻子已经结婚多年，两人有一个8岁的女儿。就在上个月，刘化还带自己女儿出席公开活动，与女儿的交流完全让人相信刘化绝对是个好父亲、好丈夫。如今背着老婆孩子夜店搂妹，还真是让人大跌眼镜。我爱你，亲爱的姑娘，见到你心就慌张，风吹着修长的头发，轻抚着我那一迷醉的眼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